ET 個股推介係中海油883，經濟日報投資熱話組揀選原因係布蘭特旗油價格持續由去年底嘅低位每桶大約$72反彈，最新回升到每桶$86水平。油價升利好上游油氣開發企業嘅盈利。三桶油之中，中海油主要從事油氣勘探開發同生產，業務較集中於產業鏈上游，對油價敏感度最高。喺油價樂觀嘅情形之下，上游彈性最大的中海油收益率最好。光大证券测算啦，喺布兰特期油价格平均$80嘅情形之下，中海油五年收益率 CAGR 即系年复合增长率啦系14.4%，十年收益率 CAGR 系13.2%。同样嘅情形之下，中海油十年股息收益率 CAGR 系10.2%嘅。走势上，中海油近年股价呈现反复向上，今年至今累积升36.3%，寻日收17.72，股价大幅上升，令到中海油股息率回落。根据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中海油2024年预测息率是7.7厘，若果息率达到8.5厘，中海油股价需要回落到16蚊；若果息率达到10厘，中海油股价需要回落到13.7嘅。